二一走，我们又来传媒大学了。我们这次是为什么来呢？我不知道。全部人都知道了，就你不知道。崔有元在这个传媒大学校内开了一家面馆，网上最近特别火，叫真面馆。对，我们离这么近，怎么不拿来不来看看呢？我走吧，别说了，学生都下课。溜了，往前。好像是这个。一上来之后，发现大家全都拿着手机，这有这么没可能？敬一丹老师，刚刚那个是敬一丹老师。老师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。好，我看看。好，我们去排队吧，走。他最想吃的是战斗机面，我最想吃的是金桃巴脑面，都没了。主要我们仨偶一类的口，谢谢。镜头切了，好。林正老师是我们这个中传，就两刷卡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到我们这儿是第三百零六万。我们是原来是广播学院的，60年代毕业的，六九年。新用员是80年代的吧？80年代毕业的。哦，对，他是在回龙观，从回龙观来吃这个面。他是方庄，从方庄到这来吃这个面。你看，这为了什么？就是支持他。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之前，我呀、退休了的记者。我们做些新闻的，好多群呐、全国各地的同学，我到北京来了，其他的还有同学没来，我给他发给他们。特地过来吃的吗？特地从大厅过来的，早上就来了，10点来的，9点。哇塞！就我们吃这一碗面可不容易。咱们就是崔永元，我就是为了他俩，我要不我怎么那么大的远路跑这儿来？